香港小姐选美的曾志伟抽空出席慈善活动，携三嫂戚美珍一起慰问长者。谈及新鲜出炉的港姐三甲，曾志伟语带机关，泪指新赛制存在漏洞，认为是观众为了赢得大奖而从众投票，才导致17号陈凯琳压倒性的胜利。因为今年呢是全香港人一起来投票的，所以呢是一定是大家众望所归，一定是大家喜欢的。那为什么票数会带离那么多呢？就可能呢中间也有一个观众的误会呢，是觉得因为他们呢有抽奖啊，他们以为呢猜中才能抽奖，其实呢你有投票了就能抽奖了，所以变得很多人会觉得，哎，大家都往哪个人投，就大家都会投那个人，所以呢就第一的票数带领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前三名啊，票数应该拉得很近的，因为三个都非常有机会。但是呢，当天晚上的表现是不是现在的冠军最好了，那就很难讲。对于陈凯琳被封最平胸港姐冠军，曾志伟似乎也有同感，直言陈凯琳身材比不上季军刘佩玥。其实我觉得前三名已经很好了，这6号、15号、17号。三个都当然是大热门了，但是论身材的话，可能是6号比较像冠军一点，但是15号的讲话要比较，好像，他会领先一点。但是17号的就最上镜小姐嘛，所以呢，在镜头上看到大家会觉得比较好。因为三个也很难讲谁一定能够拿冠军了，不过前三名这三位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理想的这个的选出来的这个档。另外，近日曾宝仪被台湾媒体拍到与男友素颜逛超市，惹同居疑云。曾志伟表示不知情，但认为女儿也是时候该结婚了，如果有好消息一定会通知大家。这个当然是好事了，对，我也想我女儿就快点结婚了，对不对啊？如果拍到她跟男朋友一块去逛街了，这证明呢这是可以公开的事情，对我来讲当然是喜事一个，所以听起来都很开心。时间没有什么白结婚了，对啊，都快40岁了嘛，那我觉得也是时候了。而且她以前呢都是放了很多时间在事业上，我觉得家庭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年纪不小的志伟哥表明期待女儿早日完婚，其心里也许还另有盘算。为人外公的乐趣不用多说，早日当上外公，志伟大哥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乐视娱乐香港报道。